downhill.是运动员当中啊，这个自己不可避免会遇到的问题哈。对，嗯，好，接下来是来自河南的赵静涵，动作不够了一点。嗯，好，我们来看看下一位选手的表现。 六二四三D的动作，完成的还是挺正常的。入水的时候导致了他可能是出现一些歪呀这样的一些失误，所以入水呢很难控制。河南的赵金涵。 是五二五三的动作。嗯，跳的还是不错的，水花压得很好。虽然角度过了一点，但是它的起跳啊都很高，就是空中的姿势分角的这个扣分点在。嗯